啊，开了，好了，那下面请冯老师给我们讲这个，他讲两个，一个是牛肉干的制作，还有一个就是上海，马上要过年了嘛，年夜菜的39道必备的年夜菜，这个都是很好的。啊，下面请他开始。好，各位大家好。今天按照生活频道的魏老师的安排，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有关那个春节的年夜饭的一些菜肴。首先呢，我声明我不是一个厨师，也不是能做菜的人，这不过是自己，就是几十年来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就是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把牛肉干这个做法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道菜呢，我是好几年前，自己学的。那么，为什么会去学这个菜呢？因为小孩要去学校带那个 snack，也就是零食嘛，要么就是甜的，其他的没什么东西好带。那么有的东西呢，也有容易坏，所以呢，想出来呢，就烧一个牛肉干，这个那样呢，小孩也能带零食，大人呢也在家也可以尝鲜一下。那么现在呢，正好是疫情大爆发的时候，那么每个人都在说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体质。那么就是要补充蛋白质，那么我就想到了这一道菜，因为每天烧牛肉不现实，但是做了这个牛肉干以后呢，起码能够放一个月，大概你每天可以尝尝，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上次有一个朋友呢，他在疫情期间呢，从加拿大回上海，他就是有一个体会，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在飞机上又不能吃很多东西，那么所以他呢就想出来要带牛肉干，因为戴了口罩，自己一个手放进去也能嚼一些，又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补充蛋白质，所以呢，我想把这一道菜介绍给大家。这个牛肉干做法呢，是在网上也有，但是我是按照我以前自己怎么做的，跟大家讲一讲。有其他好的做法也可以呢，我们等一会大家好好讨论一下。我是这样做的，这个牛肉呢，用的是里脊牛的里脊肉，也就是纯筋肉。如果买来以后呢，如果上面有油、有筋筋，这种一丝一丝的东西呢，都要去掉，要成为没有筋的。因为牛肉干也比较干嘛，又比较那个，如果有筋了咬不动，所以呢要把筋都去掉。那么先呢，把牛肉买来以后呢，放在清水里面，泡上，让它尽量把血水把它去掉，能够把这个牛肉的里面的腥气也能够泡掉的话，一般呢，我总是泡1个多小时，把它泡着。泡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用两磅的牛肉，那你也自己也可以减半，用1磅也可以。我这次发在网上的呢，是我用了500克，
就是一斤牛肉是做的。那么这个牛肉因为一大块啊，我是分成四块，一切四，一切四呢，尽量能够，以后能够就下一步要切的这个牛肉的时候，能够方便一点，就是剩这个牛肉的丝，就是按照它的纹路，切容易切的状况去把它呢，就是刚切成四块。切了四块以后呢，放冷水，就是磨掉这个牛肉，磨掉牛肉以后呢，就是先把这个水要掏一下，牛肉还要掏一下，泡了以后还要掏一下，这样呢尽量把牛肉的腥味能够去掉。泡了一下以后呢，你就把这个四块牛肉放在清水里面煮20分钟，要大火，大火煮，就是煮开以后，就是大还要煮20分钟，先把水煮开，跟牛肉跟这个水一起煮开，煮开以后还要煮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你可以用筷子把牛肉里面，就是搓一搓，是不是这个里面还有血水，或者还有什么？基本上20分钟以后呢是没问题了。拿出来以后呢，就是把它凉，放凉，因为当时热的时候不能切的，切了以后容易晒，所以呢把它凉，凉透以后呢，顺着纹路切。因为牛肉有两个情况，第一个，你在炒牛肉的时候，炒牛肉的时候，牛肉是要反方向切，就是不要顺着这个纹路切，但是做牛肉干呢，一定要顺着这牛肉的纹路切，这样呢不容易碎，而且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呢比较有嚼劲。那么把四块牛肉呢按照你的需要来切，我这一次呢基本上是切了，看到的是5公分大小见方的那个一块一块，那么也有的呢切条的，一条一条的，就按照你怎么，还有可以切一粒一粒的。那么我是贪方便，那么又容易，我们老年人比较容易嚼，所以我做了比较薄，就是比较薄，就是这样的薄，就是一片一片的。我呢昨天呢把它做好了，就是这样一片片的，一片片的呢，这样的，这样一片，这样厚薄，这样一片片的切，切好以后呢就放在旁边，放在那你就下一步呢就是做调料。调料呢有几种方法，一个你如果喜欢吃咖喱的那个牛肉干，那你就洗要放咖喱。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那你就这个调料里面要放辣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孜然的，有孜然这个调料的，那你就要放孜然。我这里呢没有放，我就是放蚝油，放些酱油，这个调料，稍微放了一个小的煎辣椒，红的小的煎辣椒。所以下一步呢就是做调料。调料呢它是有要求的，就是2磅的牛肉里面，它的酱油呢要放就是120毫升，也就是6个teaspoon，就是120毫升。
糖呢是80毫升，这是两磅的牛肉啊。盐呢就是2.5克，那么生姜呢4片。如果你要放孜然的话，你就放15克。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的孜然味，我不太喜欢，所以我没有放。那么这个东西放好以后呢，就是不要用油炒，不要用油炒。我那是放了什么呢？我是放了一个叫八角、花椒、香叶，还有就是一点辣椒，再酱油、糖、盐，都是按照它的比例，按照这个比例放的。那么糖呢，我用的是红糖。这样呢，可能因为你酱油放的太多，太红太咸也不行，因为你这个是作为零食吃的嘛，就是放了这样。那么你把这些调料呢，就放在锅子里面，让它炒，糖也放了，对吧？就是放在这个锅子里面炒，炒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嘛，你就把这个切好的牛肉放在里面去，放到里面去呢，你就把那个勺子把它拌起来，把它这个调料跟这个牛肉充分的均匀的拌在一起。最好不要用这个勺子，因为勺子呢容易那个搞碎。我是用筷子，把它翻它，帮它翻了均匀，那么让它收干，把这个汤匙都收干到牛肉里面，那么我就把它呢拿出来，就焯干，充分的把这个调料都吸收到这个里面去了，那么就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我就在烤箱里面烤。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烤箱，就是小的烤箱，不是炉子下面的烤箱，一个烤箱，但是温度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它不要预热嘛，所以比较方便。那么放在烤箱里面呢，烤箱里面有一个盘子，把这个牛肉一片一片都放上去。这种牛肉弄的这么弄的呢，好吧？独烤箱油就是刚捏着的，把一片一片的放在那个烤箱的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里面圆是悬空的，不要这个放平的。那我这里是一个烤箱，是这样的烤箱，烤箱呢就是这个牛肉干呢就一片一片片片全部放平以后呢。这个温度呢是350度，就是350度的温度烤8分钟，根据牛肉干多少，因为我这个盆子比较小嘛，我用的是8分钟。如果你那个是大的烤炉，可能温度你要看看是不是会焦。不要紧，350度是一样的，就是时间你可以控制下，有一些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干了啊。那么，到这个8分钟以后呢，到了时间呢，再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把所有的一片片的牛肉再翻一面，翻一个面，再烤8分钟，再烤8分钟了，基本上这个里面水分。基本上都干了，你看都干了，都基本上干了。干了以后呢，我就把炒好的芝麻，白芝麻放在上面浇一下。那么现在吃起来呢，就比较香，比较因为比较软，
不像外面的，外面的，因为我从来不买外面的牛肉干吃，因为我这个牛肉干，我一因它，脏，因它太硬，我咬不动，所以呢，自己这样做。这个这样做出来呢，我们呢自己年纪大的人还是咬得动。所以下午你如果吃甜的东西不行，那你就嚼一块两块，就在嘴巴里面能够上上鲜吧。就是这呢，就是我做的牛肉干的做法。反正也有很多人会做，对吧？我这把我自己怎么做的，告诉大家。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不清楚吗？不清楚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直接再讲，那个家常菜，完了以后我们再集说中好了时间，啊。对对对。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共享一下，先把这个三十九道菜给大家看一看是哪几道菜，我来给你们共享一下啊。这个题目呢，它是这样，这是在那个YouTube 里Google 里面的，Google 里面呢，它有的，它这样写着：老领的上海年夜饭必备的39道大菜，道道精品，快收藏。那么我们真正我们上海人年夜饭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做这么多的，都是根据家里自己喜欢的，我是还要找一些方便的。那么做，还有呢，应该看起来还是比较，就是有营养的，也不会什么大，要炸，要那个油很多的，一般呢不弄。那么一到他这里写着，一到年夜呢，就是最期待的就是年三十那顿年夜饭，能够一家人都坐在一起，能够好好的吃。那么它是有39道菜，它是这样的。上海人呢，就是一个圆台面，吃年夜饭讲究的就是要有一张圆台面，啊，这就是。那么上海人吃年夜饭的盛情呢，它也有盛情，一个是冷盆，第二是热炒。第三个是热汤，第四个是点心，那也就是像我们在那个外面开宴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上海吃年夜饭就是这样吃的。那么他的冷盘呢，基本上都是也是自己做的，像有等一会呢，我会讲给大家听啊。那么上海人呢，还有过年呢，不吃饺子的。不像北方人都吃饺子，我们不吃饺子，我们吃的这个是叫八宝饭。八宝饭，我记得90年的时候，我出差到北京去，要到部里面去要申请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西钢片。当时正好是元宵节还没到，去出差呢。当时的时候就，我们想要送那里的朋友，就其他的没送，他们就希望我们带八宝饭带到北京去，让他们尝尝。那么我们呢就在那个乔家社，就是乔家社的上海比较有名的一个点心店里面买了八宝饭去的。所以过年呢，我在这里已经做八宝饭，作为一次就是往年夜饭的饭就不烧了，就吃八宝饭了，吃汤圆了，这是一个。
这个他进了呢，他介绍了一个冷盆，第一个冷盆呢是这里讲熏鱼，本帮熏鱼就是鲍鱼，鲍鱼嘛就是上次我们讲过一次，这个熏鱼，那么这里呢也有鱼好做，这里的那个叫草鱼啊，也就也有的，这可以做的。 这个鲍鱼在这里江南它也好做，我每年也做。这一般是用青鱼，那这里呢是有时候有那个青鱼可以买，都是草鱼做的。这个是第二道呢是油爆虾，这个呢大家也都会做的，这个虾呢这里也有买，就是现在比较贵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酱鸭。上海人呢吃酱鸭，因为烤鸭实在是从那个广东那里传来的，广东烤鸭。因为上海有一个叫在四川路有一个叫广东烤鸭叫什么？就是你啊，我搞不懂，就在你们弄堂口的，一个叫。 广东人烤的烤鸭非常好，这个是。那么上海人呢，怕烤鸭呢，那个比较上火嘛，就做那个酱鸭，这是。第四个呢，这是很方便的，就是皮蛋。皮蛋呢，就是切皮蛋是不用用线，就是用线割的，不是用刀切的。 这是皮蛋，它也是冷盘里面一道菜。这个呢，这个冷盘这里面呢，它就放些皮蛋切了以后呢，放了像一朵花一样。那么里面呢，放些这就是那个香菜末啊，或者是一个叫红的辣椒尖的东西啊，放点你喜欢的糖啊、醋啊、酱油啊。 辣椒油啊，都淋在这个皮蛋上面，也作为一道菜。那么这个呢都很方便，都要做的，是吧？第五个是白斩鸡，这个白斩鸡呢，就是上海有一个就是小绍兴这个白斩鸡。那么这个呢鸡呢也是自己家里做呢，就是叫白斩鸡。那么这个上。 白斩鸡呢，大家都吃都会做，对吧？一般用的呢，都用三黄鸡做。三黄鸡做呢，就是做出来呢比较嫩。那么鸡是就是整个鸡洗干净放在水里面，开水开了放进去。那么有几个做法，一个是做烧开以后。 烧个10分钟，1刻钟，把它捞出来，放到凉水里面去冲。冲了以后呢，再放到那个锅子里面，再去烧。那么烧到了怎么样呢？就是大腿鸡大腿那里数一下，是有没有血丝出来？没有血丝了，那你就捞出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三黄鸡呢，就是还要用。 香葱、酱油、料酒、酱，做一个调料。那么白斩鸡呢，就是这比较方便，大家反正经常在吃，对吧？现在也不像以前了，是吧？第六个呢，葱油海蜇，哎，这个是我们家每次要吃的。这个因为这个海蜇啊，对那个有那个尿酸高的人。 没问题的，就是海蜇、海带，这个对尿酸高的没问题的。这个海蜇呢，有两种，一个是海蜇头，一个呢海蜇皮。那么都这里呢也有买，有拌好的，也有没拌好的。好像大同花到春节之前，它有散装的放在那里的。这是实在，上海人啊。
喜欢的一道菜，这就是要早早买好以后，要放在水里面浸，浸了时间越长，把里面的盐水都浸出来了以后，这样才会嫩，才会那个。这里呢也有他怎么做法的，也有的。这里有海蜇头，切成长方的片状，用料酒、精盐和鸡蛋清腌一下，并加入少许的水淀粉搅匀。那么把料酒、精盐、白糖、味精、酱油和水淀粉，调整鲜，就是勾芡的这浓汁以后备用。这是就是海蜇头啊，就是用调料，就是你要煮一个调料，把它那个，对海蜇头来说，就是你要买的好一点，好买了嫩一点，把水浸泡一点，就是把盐水浸掉就可以了。那这个调味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调味。下面呢，第七个呢是金菜。实在上海呢也有很多呢叫什锦菜，还有一个呢叫如意菜。我们家我婆婆呢，那是总是每年到那个春节除夕晚上的年夜饭里面，总是有一个叫如意菜。那么这里呢叫什锦菜，这什锦菜里面呢是很多呢，有黄花菜，有香菇，有黑木耳。油面筋、豆腐衣、素肠、毛豆、鸡毛菜，还有熟的笋肉、五香豆腐干，还有笋，就是它这么多东西。那么我说的如意菜呢，我们就两个菜，一个就是塔姑菜，塔菜就是宝塔的塔，这个上海有这个菜，就塔菜加上黄豆芽就是说炒一个就叫如意菜，就是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样样如意了，所以有个如意菜，这个也就是现在改称公叫什锦菜，反正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吧，对吧。那么这一个呢肯定有的，就是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呢可以做冷盘冷菜，也可以作为那个就是热菜。那么一般在春节的时候呢都是冷菜。那么四喜烤麸呢，就是它呢有很多，它有意义。它就是四喜烤麸接应，就是烤麸，就希望家里的男子汉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所以呢他就叫了一个四喜烤麸。这个烤麸呢在这里有买，一个是冰冻的，一个是就是干的。干的呢拿回来要浸泡，那个冰冻的要把化开了以后呢也要洗干净，也要水里面泡一泡才可以。那么这个四喜烤麸呢就是比较油，没有油呢就是这个烤麸不太好吃，所以我们现在呢也不太吃，就因为烤麸它都是冻冻年嘛，所以它很吸油的，所以就像那个茄子一样的容易吸油。那么我现在那个烤麸呢，我现在不是这样，不是油里炸的，这都是油里炸的，我不炸，我就把水里掏了以后，洗干净了以后，把它晾干，再把它放在水干嘛，把它水拧干了以后呢，放在那个平底锅里面，放在小火，把它那个把它水分尽量吸干，吸干以后呢，我就放点油炒。炒了油，我不放很多油，就是炒，就是把香菇啊、木耳啊、金芹菜啊，我都是另外烧熟，这样呢就都不吸油，
我金芹菜、木耳、香菇都放在其他的地方把它煮熟。那么烤麸呢，炒了以后就跟木耳一起烧，把调料进去以后，最后呢，我是放的是麻油，浇点麻油上去，那这个烤麸也显得就是油了，也不会是那个就是里面很油，这呢看上去呢外面呢油光光的，所以呢放点麻油，还有的呢就放点花生米，花生米哦，这是芝麻放在这个上面浇上去，这个呢就是四喜烤麸，这是烤麸也是冷盘的。这是第九个，是三菱大红肠，是在这个三菱大红肠上海有一个熟食店，就是三菱熟食店，是它的里面大红肠比较好。这个呢我不太喜欢，我们也不吃这个，因为我也没做过，我也不会做，所以呢这个也不吃。那么第十个呢是王尼螺，王尼螺我就是那个宁波菜，但是上海人特别好，特别要吃，因为这个王尼螺很鲜。那一般呢我们上海人不这个不腌的，这个我们都在外面买的，自己腌制呢就是比较讨厌，也没有新鲜的这个东西，因为你如果不新鲜的话，腌制的话要吃坏的，所以都在上海南京路上面有一个叫那个专门买这个就是腌制东西的邵万珍，上海这个地方去买那个王尼炉啊，醉蟹啊，都有买，还有醉烤麸啊，都有在那里买。这个呢，但是拿回来了以后呢，因为王尼炉比较咸嘛，就是里面放点调料，放葱啊、姜啊，还有辣椒丝啊，这个呢都是自己做了调料以后浇上去的，因为真的买来的王尼炉呢，没有这些调料的。没有这些调料的，那么这是很好吃的，但是这里没有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二呢它就是属热菜了，热菜呢有几个，一个是红烧肉，11个，它是10个冷盘，11个开始红烧肉，这大家都会做对吧，红烧肉12个，就是糖醋王鱼，糖醋王鱼，但是现在也不做，因为这个也是要油炸的，所以一般来说呢，年三十呢都是要年年有余嘛，每家人家都有要做一条鱼。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呢，基本上都是蒸鱼，就是每一条或者青斑啊，或者每一条鲈鱼啊，或者每一条桂花鱼啊，清蒸。那么这个糖醋王鱼呢，因为要么你做不要炸，炸了以后呢，是在王鱼的本身的味道就没有了。这个是就是12个糖醋王鱼，13个呢是红烧狮子头。红烧狮子头呢，这要看上海人，因为上海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所以有不同的口味。这个对我们浙江人来说呢，好像红烧狮子头呢一般不做不吃，一般做肉圆，小小的肉圆放在汤里面的。这个呢，它红烧狮子头呢就是好大一个，对吧？这个呢，也是一道菜。14个菜呢叫鸡锅姜，这个呢也没有，我们也没吃过，因为它是鸡的锅头烧成的酱，它是把这个什么呢，
把嫩的光鸡剖去剖开以后，就是切成功4.9厘米大小的一块一块的，没有去骨的，就是鸡骨加做酱。那么这里就是就是炒一炒油，放甜面酱啊，或者放点那个豆瓣酱啊，一起烧的。这个呢也有的，做，但是一般年夜饭好像不吃这个。十五呢，它是油焖生，油焖生嘛，这时在这个生呢，在现在来看呢，在加拿大这个省呢，也是冷冻的有买，这个竹笋，油焖的竹笋有的买。那么这个呢是很嫩的，这可以烧的。那么你。这个里面油焖生呢，实在是5月份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浙江的那个生都出土了，这个生就是啊油焖生特别好吃。16个呢是咸肉冬生蒸干丝，这呢也是方便的，这个咸，但是呢对以前来说呢，就是咸肉啊，什么香肠啊、酱肉啊，什么都是自己做的，都是自己做。自己做呢就比较放心，所以咸肉呢一般做是要在就是冬至以后啊，刮西北风开始了，就是我们上海可以做咸肉了。这个咸肉呢，我上一次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做了，对吧？这个就是蒸干丝。这个干丝呢我要说一下，因为什么呢，上次我在大统华买了一个干丝或者是干豆腐，这里呢就是这里干丝后来呢我没有处理好，所以这个干丝吃起来呢比较老，比较好像嚼不动，所以现在呢看来呢有的呢就是把它呢就是放点小苏打，放点小苏打，让它放在水里面煮一煮。小苏打不要的放的多，就是把干丝掏水的时候，把放点小苏打，这样呢，煮出来的干丝不老，也可以，你可以冷拌，拌一下跟那个香菜啊，或者冬笋丝啊，跟这个干丝啊一起拌也可以。所以这个干丝呢要处理一下。这个是16道菜，17道呢，这个这里买不到的，就是香油蚕蜉水鹅啊，水鹅，上海叫水鹅，就是扇丝啊做的，这个呢这里没有的，也买不到的，但是它是营养是很好的，它是高蛋白的。这是山芋。18呢就是蛋饺。这个蛋饺呢，我们上海人每家人家都会去做，因为它蛋饺的形状做出来像元宝，就是也是一个吉利的，就是说希望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财源滚滚，所以这个呢就是做蛋饺。那么这里做蛋饺呢，如果是煤气的呢还可以做，但是用电炉的呢，因为做蛋饺呢一般是用的勺子，就是蛋饺的大小跟勺子呢，用一个圆的勺子，那比较做方便。但是你如果是平的呢，就比较难做一点。平的一个有的呢，现在就是有的做了以后就是做一个大蛋饺，肉放好大的，把它翻过来做一个大蛋饺，把它切开来也很方便。这也是蛋饺，但是我们做呢就都是做小的蛋饺，一个一个的。因为那时候在过去的时候过年，这个蛋饺做好以后会做大概10几个鸡蛋打碎，放点玉米放进去，只有就是做多了以后呢，做好以后先蒸一下呢，这个蛋饺的时间好放了长一点。那么在过了年以后呢，有的时候要吃到十五嘛，
做汤的时候放两个蛋浆，放两个肉圆，放几粒那个鱼圆，就是一个汤了。那么要好可以吃到正月十五，所以蛋浆呢也是每家人家会做的。这是浆肉，十九个是浆肉，浆肉就是也是自己做的嘛。每类的酱肉放在酱油里面浸，要放在酱油里面浸，浸好以后要吹干，要吹干，吹干了以后呢，吹干以后你要吃的这你这个肉不能洗的，不能洗的，洗了以后呢，就是水分都进去了，不好。就是你买了以后，把它有一些清理一下，放在酱油里面浸，浸了以后呢，捞出来以后呢，就是把它吹干。要吃的时候，要吃多少拿多少出来，把它洗一洗，切一切，蒸一下就可以。这就是蒸的浆肉。这二是就是水晶虾仁。这一套呢，大家比较喜欢的，也就是我们老年人也就比较喜欢吃的，而且没有骨头也比较好吃。那么这个虾仁做法是比较方便，但是处理这个虾仁呢，要个人呢有个人方法。如果处理不好呢，这个虾仁呢就咬起来没有弹性，没有那个。好像有渣渣，烧了老了有渣渣，没有烧熟又不好，不好吃又没弹性。所以呢，我要说一下这个虾仁的那个要建议呢，我自己呢就是要处理一下。那么处理呢是，当然上海有的专门的这个调料的，但是这个价钱比较贵，我觉得做一次。没这个必要，不知道还不知道这他的这个调料里面放些什么，所以呢，我就自己配方做了，做了呢，就是我虾仁是虾，一般在上海我都是不出来的，浓那个蒸总是在，我记得我反正总是在一个月之前吧，上海的那个虾比较这个就是河虾。或者是那个叫基围虾，或者比较便宜的时候，我多买一点。多买以后呢，我就把它剥好，剥出来，剥出来了以后呢，让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么要吃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虾仁拿出来。那么，虾仁拿出来了以后呢，剥好的后来呢，就要用盐、高酒把这个虾仁。用手把它全部要捏了以后，把它全部捏了匀以后呢，要再去洗掉，把这个虾仁捏出来的这个黏的东西或者什么都要去洗掉。洗掉以后呢，你可以再放一次，那个酒跟盐，再捏一次，捏一次以后呢，再洗掉。这样呢，虾仁呢就是比较好，最好是洗两次，对吧？洗两次，洗好以后呢，把这个虾仁捏干、拧干，拧干以后呢，就是放一些蛋清，再放一点点盐，少许的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刚才的盐都给我洗掉了嘛，再放点盐，再放点。淀粉把它搅拌，还要放点油，把这个就是生的时候放点油，放点那个盐，放个蛋清也再放一点点，再放点淀粉。那么这样拌好以后呢，这为什么这样能够锁住这个水里面的水，能够锁住里面的水。那么这样处理以后呢，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冷藏以后呢，就基本上要冷藏两个小时。冷藏两个小时以后呢，你就可以下锅焯。这个炒出来的
那个下人更没有出户的下人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吃上去好像很嫩的，就是这个方法。所以炒仙人呢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处理的时候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处理。那么我刚才讲的呢是我处理的方法。这是二十道菜。二十一道菜呢是八宝鸭，你看还热气腾腾呢，对吧？这个八宝鸭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比较好，我觉得。因为它里面方便啊，它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健康的。八宝就八样东西嘛，八宝，对吧？它这里放的是糯米，糯米肯定要有的，还有是肉米，肉米也要有的，还有香菇、火腿肉，又放点这马蹄，就是补剂啊，黑底粒，就是补剂，马蹄椒，对吧？还有放点板栗，放点胡萝卜、豌豆、红枣，这个放。一般来说八样东西，那糯米是不能少的。但是呢你们喜欢放什么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都是蒸的，不要放油的。你这个条那个放进去的东西呢都要切碎，切成一粒一粒的。切好以后呢把调料按照你的口味的调料都把它这个东西都拌好。拌好跟糯米一起，糯米饭要都要先蒸啊，糯米先也放在里面的，但是糯米呢就是把跟这个菜呢都要拌在一起，都要拌在一起，拌在一起呢，你那个鸭子买来以后呢，把它就是当中切开，切开以后呢，把东西处理干净了，把这个调料拌好的都放到鸭子的肚子里面去。放进去以后呢，那你还要注意不？就是要注意的是，不能放了太结实。太结实呢不行，因为这个米要胀开来的，因为你放生米进去的，所以进去呢不要放了太结实，也不能压，因为米要胀的，胀了以后嘛，这个压就味道都出来了，不行，因为它要煮的嘛。那么放进去吃以后呢，就是要用线用针呢消毒一下以后呢，把这个你切开的地方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就是放在锅里面，锅里面放一些香调料，就是八角啊调料那个茴香八角啊什么你喜欢放的哪些那个香料都放进去。那么下面呢就是锅底的地方呢，填一张填葱姜，把这个鸭子放到锅里面去，要把粘底嘛，所以呢下面要铺。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竹头的薄薄的桌叶的这个东西，把鸭子放在上面煮，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说呢，在它又不是靠烤。又不是怕它腌，就是它就是这样一个八宝鸭，这呢也是很好吃的。二十二呢是花雕醉鸡，会醉鸡嘛，它就是像白斩鸡烧好以后嘛，煮好白斩鸡以后吃不完了，年三十吃不完了，你可以把花雕酒把它那个醉起来，那么过两天了就能够作为那个醉鸡好吃了。这里面呢醉鸡呢它是皮脆肉嫩又是香，很好吃的，这是醉鸡。这是二十三是满香，就是我普通话讲不好，叫满香还是叫什么，那个魏老师啊，叫上海我叫满香，这个是鳗鱼，就是鳗鱼，这个鳗鱼干满香是很好吃的，在上海它是一条条
就是在半个月以前，都是在菜场里面买了，就是一条条买的。买了，他可以给你加工，给你腌好，给你个吹干。到时间以后呢，你去拿，就是你不要在家里自己腌自己那个。它是，这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海的一带的风味。所以上海人过年这个米香是每家人家基本上有的，这是非常好吃的，又鲜的，对吧？这个是，但是在这里没有的。24是油酱毛蟹，因为春节的时候呢，那个肚子还没来，大闸蟹没有了，那么就是有一些小毛蟹，有就是像崇明出的毛蟹，就是。在上海附近的一些地方做的毛蟹，那么就是油酱毛蟹。毛蟹嘛，就是它是一切凉，它是放点毛豆子炒一炒。那么有的呢是放点年糕，就是你们大概都吃火锅吧，火锅上面的小年糕放在毛蟹里面一起炒，这样一炒以后呢，毛蟹的鲜味就到年糕里面去了。这样呢，毛豆为什么放在这里啊？毛豆跟那个毛豆因为是绿颜色的，毛蟹呢，它是用酱油烧的，酱制毛蟹，所以颜色很好看。那么放点年糕呢，也很好，白的年糕，对吧？可以用毛蟹烧年糕，但是这里毛蟹也没有，也没吃，回去吃。25就是腌笃蟹，腌笃蟹。腌笃蟹呢，这个是这里有的买，这里好做的，也方便，反正都是煮的，都是放在砂锅里面煮的，啊，它里面有百叶结，这里有买，苏东也有买，这个笋也有买，这个其他的那个咸肉也有买，对吧？还有那个，如果有的人要买火腿，实在火腿也有买啊，在那个羊肉店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火腿，那是很好的，也可以放在里面。这里面放青菜，放什么？这么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他就是要鲜肉、咸肉，再是加一些这些蔬菜，加在一起。哦，没了啊，哦，好。这个我不说这个了啊，这26就是蹄膀，蹄膀大家都会做啊，蹄膀。27是口三丝，那就是肉丝的百叶丝、冬笋丝，上面加个香菇，这个青菜，这是也是一个菜，口三丝。28是炒年糕，那下面是点心了，这个年糕是说。年年高升，高高兴兴，对吧？所以是黄芽菜、肉丝、冬笋炒年糕，这是作为一个点心。还有一个，这是糖醋小排，它是又另外有一个糖醋小排，我不说了啊，时间到了。还有这个油面筋沙漏，我前两天做了，这个我们这里没有的，就是草头圈子。这是上海的特色菜，非常受欢迎。但是我从来不吃这个圈子，不吃。它是猪大肠嘛，对吧？这个是圈子。32，这是春卷，春卷也是那个点心，就是上海人爱吃的。里面呢也是黄芽菜、冬笋丝、肉丝，放在里面，炒熟了。这里春卷有买，我已经买了2包了。春卷皮子就是包起来放在油里面炸，这是春卷。下面是排骨年糕，就是这中间是排骨，下面年糕。就排骨烧出来，把年糕排骨是那个做出来以后呢，有汁丝嘛，放年糕，就是叫排骨年糕。上海有个金陵东路那里。淮海路靠近金陵东路那里有一个叫西格雷排骨年糕，非常好吃的。34，这是一三鲜砂锅，
三鲜砂锅嘛，它就是有三个鲜了。这里是什么香啊、肉啊，什么你喜欢放进去，三鲜嘛，反正三鲜砂锅。最后一个是啊，这个是就是龙虾片，给小孩吃的龙虾片。下面一个是汤团，现在反正汤团里面有肉馅的，也有芝麻的，也有豆沙的，对吧？这呢也可以自己做的，就是糯米粉加上粘米粉嘛，一起做。那么这个是九娘圆子，上次我说过了，九娘圆子。最后一个是八宝饭，八宝饭就是说明是团团圆圆，吉祥平安，是上海人过年的必备菜肴。糯米里面有豆沙、桂圆、红枣，吃起来都感觉很有情趣。那么这个呢，就是糯米饭呢，先把它蒸熟，先糯米把它浸了两小时或者时间再多再蒸，蒸好以后呢，拿一个碗，碗底下面要涂油，涂以前是涂孜然油，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在这里弄一点什么牛油也可以，弄点那个把它也可以，把它养的油涂一下。为什么要涂呢？因为八宝饭等一会要倒出来，样子很好看的嘛。所以下面要涂成油，涂了油以后呢，再放那个糯米饭，糯米饭呢放一层，放好一层油呢，里面放豆沙，放什么？但是在放糯米饭以前，你先要把一些锅婆铺在底下，就是像有核桃啊、花桃仁啊、红枣啊，或者有红丝、绿丝啊，或者有冬锅。冬瓜的那个做的糖啊或者什么都放在碗底，因为等于翻过来都在上面嘛，对吧？这样放进红色的是这个铺好以后再放一层糯米，糯米放好以后呢，放了豆沙，放了豆沙也可以，有一些呢放其他东西也可以，放了以后呢就好了，我下面就不说了啊。三十九就是一个一个全家福，全家福，我叫你们可以在那个叫 Google 里面搜索，就是它的题目就是叫呀，这怎么起慢的？就是上海年夜饭必备三十九道菜，他是这样说的，一张老领的，一叫老领的，侬输进去要侬要输输那个个，叫老领的，上海老领的，上海年夜饭必备的三十九道菜。就是这个题目，你们到 Google 里面可以去搜索，好吗？所以我赶快要关掉了。好的，好的。但是我换了一下，我是一方。一方。张一方啊。对呀，图也换了。你不是说那个撅着小屁股不好吗？我换成这个了。哦。摸着。不要忘记我是我。我没看到吗？你知道？看到了，看到了。对的对的，我看到你上来，我以为下面一个节目要开始了，所以我赶快就不是，是我让我在我的那个动物上修改，今天好像下面没活动、你看我。